最推荐打的疫苗是什么？关注女子力科学社，回复疫苗获取更多相关知识吧。如果您的宝宝是一个健康正常的宝宝，那么最最推荐接种的疫苗呢，就是按照当地的免疫规划程序所推荐的一类疫苗。那如果一类疫苗的接种过程呢是非常顺畅的，家长呢经济条件允许，在充分了解二类疫苗的特点和所预防的疾病之后呢，也建议推荐接种二类疫苗。